台视2021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，这个月23号要在台北小巨蛋登场。今年阵容非常的坚强，更邀请到了国民歌王周华健和刘若英担任表演嘉宾，这也是两个人首次登上红白舞台。这些年来，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全能天后刘若英和国民歌王周华健首度登上红白舞台演出，打算让歌迷听个过瘾。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周华健唱红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曲，这次表演中将演唱新专辑的《少年》，再加上改编曲风的老歌，要带给歌迷新鲜又怀念的感觉。有些梦一旦忘了，我唱着每一首歌留住的快乐。首次在红白亮相的刘若英，在曲目编排上则是具有温度的陪伴，希望可以唱出内心的感谢，将祝福和温暖送给大家。台视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，这个月23号在台北小巨蛋隆重登场，并在除夕当天播出，陪伴大家欢度过年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